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就坤大爷他们一家在这山边出了一条雪道出来，准备做个滑道玩，咱一起来看一下。今天天特别暖和，然后都可以出来玩，看这个山边这个道了吧？瞅瞅，这挺瘾哈。拍视频呢？啊，拍看看呗。哎呦！有点不算太滑呀，哎呀，过来小黑，过来，小黑，过来小黑，哎呀，滑，真的有点不还滑哈。不过你赶到明天就好了，明天就行了。雪一实实，啊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开心的。明天带我一个呗。行啊，应该整个大爬犁，不是买那个塑料布啊？对，塑料布行，塑料布头头的。这个地方整个大堆，不，整个大堆要刹车没法刹呀。对，用脚刹。啊？爷爷呀，那么老高，那边不行，那么老高。你爷真给你下功夫哈，想上山顶去给你整去都。这小黑啊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就 happy 起来了。小黑，小黑，是啊，好。哎呀，行了。啊、对你整个 S 弯的，对，那头头的。哎呀，多带劲！这一个老爷，一个爷爷，是带着这个孙女在这玩，多好。这有啥用啊？整这？啊，这干啥？从这也要，从那顶上往下放啊？哎呦妈呀，这太陡了吧！这刷了就下去了，老带劲了，你这干什么？太陡了，那个树有那什么的，那他妈整个直叫唤的，害怕直叫唤的。这谁不整的吗？谁呀、啊？去二姐在哪整的？那呢？在他家整好了啊。玩了吗？是吧？你们玩的，让他给他拍拍一下。嗯，那你整了一个长呗。因为我这长了，我这和谁的我这怎么样了？为啥让我先下呀？你下，我害怕。你先让我试试是吗？谁搁这藏了个塑料布？试一下了，看你爷爷试一下了。你等会儿。第一遍肯定不滑。来，上旁边躲着。滑。上不好使啊。还得滑两遍，你得滑两遍才行。那不就这？有大铁板敲吗？那是滑滑的。滑了，你得滑两遍。你现在肯定不行。底下我滑了几下。你看，有一落下是吧？对，就是一个效果。明天你也得试试呀。我明天肯定得试啊。这都多少年没玩这个了。我们小时候就玩的时候人多。几个人多？六七个人呢。哎，这个好多了，你看。看着。哎呦！完了吧？等一会儿，那回唠两回就好了，唠两回就好了。完了吧？出了两回就好了。是一种体育运动。啊，这活累人啊！这玩意累人，也容易出汗呀。你没看见爷爷那个头上全是汗吗？衣服都脱了。走吧，然后你爷把它填平了，明天你就可以玩了。哎呦，我的！就今天晚上点冻一宿，然后让它那个底下这个雪束束形，才能更好的去滑。明天咱再来瞅一瞅，多好哈、啊！要冰的就好了。不是冰的感觉容易翻的。让你老让你爷爷给你整成冰的。这刚才在我奶家待了一会儿，然后这出来一看，旁边又挖了一条辅道。然后现在还在加固边上呢，快完事儿了。
等着明天就可以来这儿看看能不能一起玩了，体验一下那种感觉，唰，老带劲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